这些都是我妈特意买的，我妈说虽然我人不到，但这些礼物肯定是要到的。这些东西都不便宜，你倒不如带回去呢，面子上也好看。你显摆什么你？你显摆你们家有钱啊？不卖去！哎，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玉梅，一定要养啊！忍着，忍着。 知道打电话来啊？你之前不是狠狠的吗？我还以为。昨天我给你打过去了。我估计你没有开通短信通知，我打电话通知你一下。我粗略算了一下，差不多40万，我跟白念完金。你这是会咬人的狗不叫啊！你在这儿等着我啦，40万，40万你就想打发我啊？你要觉得40万不够，你就说说。 多少钱都不够，我把你养这么大，你就拿这几个臭钱打发我，一辈子都不管我了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啊？报应就报应吧。从小到大，我也没觉得我过得多好。好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行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银行去看看你那钱有没有到。 我妈又一次曲解了我的意思。我有时候觉得，比起我妈，我更是不合格的女儿。大家伙儿给我面子，那不是信任我吗？也该着这只股票啊，争气，业绩还真好，啊！行，过两天咱们吃饭聊啊。 明伟，明天你只给老太太做饭，咱俩出去吃。我请，不用你掏钱。我的工资卡，往后还是放我这儿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不相信我？工资卡放我这儿，我帮你理财，放在你那儿，你能干什么？我就是想。你这次从你女儿那儿回来。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是不是跟他那受了气，回来找我撒气啊？怎么是我女儿？都也是你李承志的女儿吗？她现在不听话了，你作为爸，不也得管管她吗？这孩子从小到大都是你们孟家管的，根本不让我们老李家插手。现在孩子大了，出问题了，你们管不了了，对不起，我也管不动，还是你自身找原因吧。 你回来了，怎么大白天就喝酒？这不是快过年了吗？同仁几个想再聚一聚。哎，对啊，你把东西收拾收拾啊，火车票我买好了，你跟我一块儿回乡下老家过年。嗯，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。不能跟你回去过年了，我现在身子不行，我妈说不能多动。哪有媳妇儿？ 不回婆家过年的道理，更何况一年到头来，就过年回去这么一次。但医生也说了，我这胎不太稳，你家现在还没有通汽车，下了火车还要转三轮，还有一段山路要自己走。你啥意思啊？
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家住乡下呀？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妈说了，要不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呢，我带着孩子一起回去。你妈说，你妈说，你怎么什么都得听你妈说呢？哦，对了，这些都是我妈特意买的。我妈说，虽然我人不到，但这些礼物肯定是要到的。这些东西都不便宜，你倒不如带回去呢，面子上也好看。你显摆什么你？你显摆你们家有钱啊？不卖去！哎，小心点！小心点！小心点！岳伟，一定要小心点啊！小心点！小心点！你们记住了，孟家的女儿，即使出嫁了，年三十儿，也只能回娘家和家人一起团聚。这是咱们孟家的规矩，谁也不许坏了他。怎么又报道这件事儿了？李锦，别想拿钱打发我。怎么回事儿啊？早上开盘还鸿运当头呢，现在绿油油的一片。早知道我昨天就清仓了。你干什么呢？打扫卫生呢。我这些时候不在家，你看看你这哪哪都是土。哦，我去换个衣服去。换什么衣服？你不是说要出去吃饭吗？不吃了，没心情。忙啊，阿姨，你要办理什么业务啊？我想看一下这个卡里头多少钱，密码忘记了。身份证带了吗？嗯，带了。这卡是您本人的吧？是是是，请跟我来一下这边。嗯。请插入您的银行卡，还有身份证。这边站一下，我们人脸识别一下。好了，在这里输入一下新密码，输两次。嗯。摁完之后点击确认。哦，好。请取走您的银行卡。嗯，好。咱们现在卡里余额是5099.2元。多少？5099.2。昨天我女儿跟我说转了笔钱的。除了这个，还应该有别的钱呀。稍等，我帮您看一下。昨天其实有一笔4200转入，之前余额是879.2元。阿姨，你还有其他业务要办理吗？嗯，帮我把这笔钱原路返回到我女儿的卡里头吗？可以的，您稍等一下。我的退休工资是2000多，涨过两次，倒没到3000。退休3年，
怎么这个卡里头只剩下879.2块？李承志每个月给我1000块钱现金放在抽屉里，其他的钱去哪儿了？今天这个卡特别好。哎，大姐，大姐又来了。哎，今天太可新鲜了，你看看你来点什么？要点西红柿。哎，来来来，这个好，够了。我给你称称啊。7.9，你要几个萝卜？拿两个吧，你称一下呗。哎，给你拿两个。哎，大姐，西红柿没拿呢。谢谢啊，坐好啊。1块钱。哎妈！哎呦，小笼包忘记买了，我这就买去啊。你要是饿了，就用饼干垫垫。哎呦，不用不用，你不用去买。我正要跟你说，我呀一会儿啊到楼下那个老刘家，我们有几个老姊妹啊在一块儿聊聊天聚一聚。中午我就不在家吃饭了啊。菜钱啊这个月的我搁在餐桌上了，到时候你就给收起来就行了。不用不用了，妈，我有钱。哎呀，老说有钱有钱的，自己想买点什么你就买点什么，别光老顾着我啊！我看你都瘦了。行了行了，不说了，我下去了啊。